首先，我们先进入 Safari 浏览器，并使用 Google 搜寻引擎输入田中马拉松线上跑，点击第一个网页，在网页左下方点击活动选单，选择前往活动主会场。进到会场后，会有一系列的图示介绍。如果下次想要持续的看到提醒，可以按略过。如果您已经熟悉操作，可以按我知道了，下次不要再显示。接下来，我们到左下方的活动选单。若您是第一次参赛，请点击立刻参赛。接下来需要与您已有的平台账号来登录会员。如果您之前已有加入过笔记网路，请选择您过去已有绑定的账号做登录，不用重复的创造新的账号。若您先前从未有过笔记网路的账号，请使用您现在已有的平台账号做登录，并根据指示完成笔记网路的会员建立。当您完成绑定后，就能够填写参赛资料，请输入您的昵称与真实的姓名。请注意，当填写资料送出后，就不能再做修改，请您检查后再送出。另外，您可以选择的参赛方式有分为个人还有队伍。如果是参加现有的队伍，可以在下拉式的选单或直接输入文字来做搜寻。如果您想要创立新的队伍也可以。最后，当完成一切动作后，就可以选择立刻参赛的按钮，送出就能够取得参赛资格咯。